欢迎回到 Better Me 成为更好的自己。今天文人访问到的是艾莎古萨家族的 Elsa， 同时她最近出了一本畅销书《史上最强粉刺痘痘禁断术》啊。不过刚刚文人跟 Elsa 谈得好开心哦，文人也是很意外的发现说，哦，原来她不是做这个的，原来她是英文系毕业的。是，那也是因为在20出头。好，20岁的前半段呢，对，他因为了生活作息的不对，造成他变成一个满脸痘痘的女生。那为了要改进这件事情，也花了1-2年的时间。那舅舅是研发化妆品的，告诉他先从洗面乳开始吧。也因为洗面乳的改变，哦，就让他还他一张美丽清洁的脸啦。我觉得这个也是算是人生很奇妙的契机哦。如果你没有这个契机，大概也不会去做这门生意这个工作。所以一开始你的网站只卖洗面乳啊。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奇怪。第一个，你的产品非常少。再来，你又没有任何的知名度。要怎么经营下去，应该很恐怖吧？其实一开始是因为拿了自己的薪水来创业，然后就不敢当成正职来做，就是当成副业这样子。那可是也因为你是利用下班的时间，然后我为了要去做这个行业，所以我必须要利用下班时间再去学美容啊、彩妆啊、上一堆课这样子，然后又进入我舅舅的那个实验室里面去了解所有的成分。那一开始听到什么尿素、尿囊素、玻尿酸都是尿。然后就会觉得好恐怖，为什么原来我们女生涂的东西都是这些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就开始去了解说，哦，原来做这些东西的时候成分也是蛮重要的。后来我在创业的时候是也跟我爸爸借了一点钱，来那个当做我的那个备用的资金。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的薪水应该也不是很多嘛？跟爸爸借了一点钱。一开始我2年都没有领到，就是自己不会发薪水给自己。对，有2年的时间。对，那。可以问吗？就是你创业最初是准备了多少钱？我是准备100万。OK， 对，然后可是因为没有经验，所以你在跟工厂订货的时候，可能那个资金就已经去掉了一大半了，你就傻眼了这样子。对，傻眼了。17箱的货，对，17箱的货送到家的时候，你真的是会觉得好像被捶了一拳，说啊，我要怎么办？而且你的家都被那17箱的货给占得满满的。然后就是那，可是也是因为这种压力，所以开始去思考说，我今天如果真的想把我认为很好的东西卖出去的时候，我该怎么做？那我比较擅长的是从网络上面去做一点点行销的部分，所以就从网络上开始去建构一个网站。然后呢，一开始一定是从自己的亲朋好友先用用看这些东西，然后就请他们去帮忙写一些他们的心得啊、分享啊、口碑的。那慢慢的就开始去发一些电子报。然后就是让这些愿意试用的网友开始来尝试，然后再建立更多的口碑，这样做下去。这是台湾很多那个年轻人创业资本并不是很雄厚，然后靠网络口碑行销算是蛮成功的一个案例哦。所以当时只有一个产品，亲戚朋友也拉下来做这个白老鼠了，对，结果他们用过以后觉得还不错，透过分享，这个是很成本很低的行销，然后一个保养品也可以买，可以、啊。其实一个产品就已经去掉一半的钱的时候，你就不可能很快的再搓出另外一个产品。但是你那17箱一共是多少罐啊？17箱好就是上千吧，上千罐。对，你花了多久时间把它卖掉？花了多久时间？大概7-8个月对，也算还好哎、但是就是花很大的力气，然后连你在睡觉的时候都要一直想说我那17箱怎么办这样子，而且保养品是有期限的哦，你也不能让他们在买到之后只剩半年可以用，对，所以这个压力其实蛮大的，不过除了透过就是部落格大家的爱用分享之外，你还有没有什么样的秘诀啊？我会用一些像我既然是决定要在网络上面创业，我就是会去参考说网络上面比较目前各大品牌在做保养品的时候都是比较偏向很优雅的风格或是很简洁，但是我网络上我觉得都是一些一开始就是一定是一些年轻人在玩，所以我会把产品做得可爱一点，然后用图像式的方式去印在产品上，然后另外就是我的电子报也一定是用手绘的风格，跟几个娃娃的对话，来让他们觉得说，我看一则漫画，我大概就知道你要讲的是什么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的电子报，然后就是受到了一些其他通路的注意。对，这样
就是来找我们合作。我觉得这个才是你的秘诀，因为透过那个分享这件事情，应该是很多在网络上创业起家的部落格主比较常用的方法，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个独特性应该很重要。那诚如 Elsa 所说，台湾大部分的保养品牌都是用比较优雅的风格， 对， 对，但是呢他为了要脱颖而出，他用很多很可爱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你是花了很多心思在企划这个部分。嗯，您本身是企划背景出身吗？对，我是做网络行销企划。网络行销企划，那你后来说你用很多漫画的方式，对，图像的方式，这个是你亲自去企划出来的吗？看来你原来也没什么钱吧。因为我原本的工作就是会跟一些设计网络的设计师或者是美工合作。嗯，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决定用这种方式的时候，我就会去拜托他们说，嗯，你帮我创造三个娃娃，然后每一个娃娃的个性都不一样。嗯，然后有的人他的是粉刺问题，有的是痘痘，有的人是因为他可能就是皮肤很干燥。那再来就是用这样的对话方式呈现，那他们也觉得很有趣，因为在保养品上面比较没有做过这种尝试。但是一开始也会想要把，因为除了网络，你当然会想说我要去实体通路上架看看，可是就是会碰壁。嗯，对，会说人家其实实体通路都会觉得，一开始会觉得说这个有一点点怪怪的哦，怎么是图案式的东西？他们说你去百货公司看看，哪有大品牌是这样做的啊？这样子。嗯哼嗯哼，对。那后来我们就有一点小灰心，就决定说那还是专注在网络上吧。嗯哼嗯哼，哦，所以在网络上透过这种独特性的方法，反而一炮而红哦。在听说是在 PayEasy， 是 PayEasy 的总经理那时候也收到了我的电子报啊，然后他觉得我们的 Flash 动画就是画的还蛮可爱的，所以他就主动跟我们联系，然后看看能不能合作这样子。你说的是林坤正先生对不对？哦，他也是我很多年前就认识的朋友。哇，这个所以不得了哦，就是透过了比较特殊的方式反而脱颖而出。那现在这些动画者设计者会是你的创业伙伴吗？还是说你们长期配合？一开始他们都在各自的公司上班，就是在别人家的公司上班，可是现在他就变成是我的公司的员工，专门就是帮我画东西这样子。我非常替你开心，因为显然这个原来是一个无心插柳的过程，但是这也印证我心中的一种想法，就是我常常在想说怎么样才能创业成功。本节目也常常去采访所谓的创业者，但是印证我一个想法，就是如果说你今天提供出来的一个产品或者是服务，它是真正能够解决人的某一种痛苦或需求的时候，这个东西它就有一个足以成功的原型，但是它只是一个原型而已。因为这个想法你还是要透过很棒的行销或者是业务传递在那些需要人的眼前，他们才会开始去使用。对，那一开始你找到了这个自身的痛，然后你找到一个方法去解决自身的痛，但是你的行销方式却是透过很有特色，然后也没有被打击到啦。因为你做一个东西是特别的时候，旁边一定有人去质疑你，会打击你说这样子怎么会对呢？诶，结果你反而在这种打击或质疑中去找到自身的路。对，那这个时候自然会有去欣赏你的人看到你。嗯，也就是从 PayEasy 开始，对，就开始大大成功。结果当时的一些应该是说协作的伙伴现在也变成你公司的员工。对，我相信大家在经营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有与有荣焉的感觉啊。好，现在文人要公器私用一下了。其实我最近呢有常常出油的问题。脸部吗还是头皮？脸部常常有出油的问题。okay，其实头部也有，是不是因为我最近就是思考的事情太多了造成这个压力太大，压力太大或者是怎么样？你可不可以给我一点帮助？好，其实啊脸部出油是每个人都有的正常的现象哦。那因为有毛孔的关系就一定会出油，只是出油量的多寡其实跟我们在出生的时候你的基因就已经决定了。嗯，你的毛孔的大小，你的出油量的多寡。嗯，但是如果遇到环境温度升高一度的时候，你的出油量大概就会增加10%了。
那至于出游的话，其实并不是坏事，因为出游的话其实比较可以让你长保年轻，不会让你就是因为干燥缺水就皱皱的这样子。但是要解决出油的话，第一个还是要从清洁开始，就是不太建议用太刺激的洗面乳。很多人会误以为说我这整张脸都很油，所以我就是用去油力最强的洗面乳来一直洗脸。那其实这样子会有反效果。因为当你去油力太强或者是偏碱性的洗面乳洗完之后，你瞬间会觉得崩崩的干干的，只要洗到崩崩干干的感觉的话，就代表已经清洁过头了。那清洁过头的话干燥，那大概过了半小时之后你还会再出油的。因为皮肤会觉得说，哎呦，你上面没有水分了，所以我要渗出更多油光来保护你的皮肤，所以反而会你会越洗越油。哇，特别想提到这一点哦。我最近也比较敏感自己的出油问题，就是在工作职场中我有带一些同仁嘛，那我真的也发现说，如果今天这个同仁他的脸上非常的油，油到好像快要煎蛋的时候，其实坦白讲，我这个主管跟他讲话，我虽然一直提醒自己说不要受人家的那个外表的影响，但是潜意识里他的确是会被影响的。我常常注意力会被他的满脸油光吸走而没有办法专心的去跟他 deliver 我想要传达的讯息。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互动，自己是会感觉到，但是又觉得说你去提醒或者是告诉别人说，诶，你的脸很油，好像是很失礼的行为，所以我反而会更加是反省到说自己是不是也常常油油的。诶，结果一照镜子其实自己也差不多。不过今天很高兴听到那个 Elsa 的分享，就是说其实还是从清洁开始。对，那这个时候不要有什么迷思哦，就是说太强力的洗面乳其实它不会让你改善，它只会让你更油更油。好，那个等一下我们来讨论一下头皮出油问题好吧，这个也是我替自己问的。OK。